74名中国海军，2期霸王花集结南海，南海天使行动拉开序幕。48小时极限生存是南海天使行动的首场考验，武装九度，牵引横渡，负重奔袭，魔鬼主教官亲自执教泥潭训练，女兵首次经历严酷的集体惩罚，争夺海上操华州，险境重重，女兵命运遭遇两重天，残酷竞争，淘汰女兵，无奈伤感离别。卸下武器装备，重回好地方。南海天使行动仅存36名女兵，血与泪的考验还在持续升级，谁将荣耀奔顶12强？超级女兵第3集马上开始。将军岭，依山傍海，晚风习习，这里是超级女兵36强南海天使行动野外宿营的第1站。子夜时分，副教官杨庄按例巡查，却在山岭的寂静中发现了一丝异样。我戴帽子，我戴装具，集合，我的快点。此时已经深夜0点，女兵们进入单兵帐篷休息还不到3个小时，白天的疲惫早已把这群女孩折磨得够呛，这一声紧急的哨响顿时刺激了所有人的神经。我看你们睡得很香吗？夜半的将军岭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有的同志犯了不该犯的事。啊，队友，听口令，跟上。知不知道为什么让你们出来？有谁知道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叫啥？枪。谁的？女兵的视线几乎全部落在了教官所指的那把枪上。可这是谁的枪？为什么会落在教官的手里？又是谁犯了教官口中那个不该犯的错呢？好，出列。是。你看大家，经理报张道美。001号詹道美，一个经验丰富的7年兵，也是南海天使行动中兵龄最大的女兵。按理说，这个老兵身上绝不会发生丢枪这样的事情。报告，报告是我的。右手的手链。是。2个人一把枪，到底谁的？好，报告的都给我出来。好，这样加后蹲，我是一把蹲，枪只有一把，只有一个人的，你们5个谁的？我的。我的。到底谁的？我的。枪的主人是谁？副教官杨庄早就心里有数，却没有立刻指出来，因为他也想知道女兵们对自己枪支的位置是否了如指掌。可现在一把枪竟又有5个主人跳出来认领，这又是什么状况？好，你们5名同志俯身准备。选好了。张大美，到。你果然有自知之明。好，张大美起立。
拿着点枪。是。听到教官宣布丢枪的人正是第一个站出来的詹道美，这场夜半突发的丢枪风波变得愈发扑朔迷离。好，其他同志都有起立。你们五个枪是你们的吗？心理素质那么差，连自己的枪在哪里都不知道。看到没？告诉我枪是什么？枪是什么？有谁再告诉我？教官的问责让詹道美开始清醒地回忆起睡前的每一个细节。虽然詹道美确认自己已经按规定收好了枪支，因为我们宿营的是当兵帐篷，我按照规定把枪放在靠里的位置，根本就没有想到教官会把枪给带走。他虽然按照规定把枪放在了帐篷靠里的位置，但是在就寝的时候没有仔细地检查帐篷，所以我刻意地拿走了他的枪。到那边，对着枪说对不起。是。什么时候枪答应你，原谅你，你什么时候休息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听不到。对不起。詹道美能够站出来，这令我很欣慰，至少说明他在紧急集合的过程中已经发现了自己的枪不在了，而其他的五名同志是不可原谅的。在野外，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。连自己的枪都照顾不好的战士，怎么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？他回答你没有？继续。对不起。你们听到他有没有回答？回答。枪是战士的生命，爱护自己的手动武器，比起爱护自己的生命要重要。你们的枪都是有生命的。连自己的枪都不知道在哪里，这个兵不要当了。教官说我们连自己的枪在哪里都不知道。其实我们五个都知道我们的枪没掉，但是看到战道没出来受罚，我们都一起出来陪他受罚，因为我们是战友。你们五名同志起。好，队友表现。弟弟，你上哪里啊？我帐篷。弟弟。我有帐篷。第三名。报告帐篷。第四名。报告帐篷。第五名。报告我的帐篷里。俯卧撑准备。重复我说的话，直到我满意为止。枪是我的生命，开始。深夜的将军岭气氛骤然紧张起来，望着被自己连累的战友，詹道美明白眼前的这一切不仅是教官对自己的惩罚，更是为了让自己牢牢记住这个教训。枪是我的生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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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枪是我的生命。报告教官，是我一个人的错，我没有保管好自己的武器装备，不希望连累战友，我甘愿接受惩罚。鉴于你们的能力有限，都有起立，站好了，要起。你其他同志，不要以为你的枪没在这里，你就可以幸灾乐祸的。绝大部分同志都不知道自己的枪在哪里。你以为长了翅膀的一定就是天使吗？很有可能就像你们一样是菜鸟。我只想让你们知道，枪是有灵魂的，丢了枪就像生命缺少了灵魂，只要是在战场上，你们将为此而付出生命的代价。通过今晚的紧急集合，我希望你们各位能够明白一个道理，作为一名战士，就没有任何时刻是放松警惕的时候，任何场合环境都有可能是你的战场，记住没有？记住。解散。是。
等着，快点消失在我眼前。女兵们陆续回到帐篷中休息，然而此时詹道美却迟迟没有离开。他什么要说的？我应该要为我犯了这个低级的错误接受更严重的惩罚。让你对你的枪说对不起，说完了没有？报告说完了。我记得答应你，原谅你了。回去吧。报告不回去。我不想干什么呀？我要持枪为战友站岗。教官带种枪是客观的原因，但是也是因为我不够谨慎，我愿意为这个疏忽付出代价。明天还有一场艰难的硬仗要扛，而今夜对詹道美来说注定无眠。已经走到36强了，这个来自海南文昌的倔强女孩不想轻易地说出放弃两个字，她难过的只是不想自己因为犯下错误才受到别人的关注。在学校的时候，我的同学都喜欢成群结伴的一起玩，而我呢比较闷，所以会经常会被同学忽略掉。詹道美入伍前就读于河南大学，是一名大学本科生，由于不善言辞，他在学校里总是扮演着默默无闻的角色。大四那年，渴望改变自己命运轨迹的詹道美做出了应征入伍的决定。因为他低调踏实、友善助人的个性，詹道美也很快赢得了战友们的认可。以前我们犯错的话都是他出来为我们受罚，今天我们也愿意为他受罚。坚毅有担当，很多人会这样评价詹道美。今晚当詹道美勇敢地承认错误的时候，战友们也都愿意出来为他分担。只是这样的分担让詹道美感觉到了压力，眼前这小小的补偿算是他唯一能给的回报了。大家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？好。从早上开始，你们将是一个全新的自我。今天我把科目跟大家说一遍，从将军里出发到海仔湾，然后经过乌石山、草坪洼地，直至大本营。在这个中途还会有很多的障碍设置，并且会有很多的淘汰点。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要争取自己的机会。那听众朋友，加油！都要想要蹲。从将军岭到海仔湾，女兵们需要沿着陡峭的悬崖负重行军3公里。虽然路程不长，但险峻的路况还是让女兵们步履维艰。往哪走啊？将你们的武器装备、头盔放置在你们的正前方。我们快点。恭喜你们能够站在这里，这就表示你们已经完成了48小时极限生存一半的训练内容。今天你们将面对全新的考验，在接下来的每一个淘汰点，我都不会告诉你们具体淘汰的人数，因此你们一定要全力以赴。记住，海魂战斗营只有12个晋级名额，你们能不能做到？能。下一个科目抗原木，全体都有。长眼木，准备！走走！来，走走走！
向后退。啊！我看你们谁偷懒，都把腰给我挺直了，让原木结结实实的落在你的肩膀上，这样重量才能均匀的分布在每一个人的身上。所有人，给我坚持十分钟。六个人扛起150公斤重的原木并不困难，难的是扛着如此重的原木进行训练，加上他们每一组女兵身高不一，素质各异，这就要求他们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，注意整体协同的意识。大家加油啊！扛原木这一训练科目的困难程度远远超乎女兵的想象，而此时苦苦坚持的女兵队伍里，傅金金这一组正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。都是把腰直起来，都把腰直起来，把腰直起来。因为张春燕的个子比较矮，她就扛不到，而张丽英的个子又很高，扛起来很吃力。几个人一起扛原木的话，身高不一样，站的位置就很重要，所以我让李耀西换了一下位置。我先走，我先走。快点啊！快点，对。OK， 很好。把腰都举起来，现在都可以弄到啊。往左走。面向我，陈一日，集合，把你的原木抱在你的胸口，抱着原木坐下，快点。每一组仰卧起坐40个，开始。傅金金之后的表现不仅没有再拖累队友，还可以凭借自己是老同志的丰富经验，在合适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决定。但是在我看来，他的体力已经有些吃不消了。20号，高强度的扛原木训练过后，女兵们都在抓紧短暂的间隙休息，而此时一名女兵引起了主教官王伟的关注。当其他女兵都在休息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一个女兵在整个休息的队伍中默默地擦枪，我感到很意外，同时她的这种爱护枪支的意识我感到很欣慰。就是枪对我们军人来说就是我们的第二生命，所以每次我们出来训练的时候都必须把枪保护得非常干净，同时也不能也要防止它丢失。擦枪的女兵名叫苏佳，此时她的举动让人不禁想起昨晚在将军岭发生的一幕。枪是战士的生命，你们的枪都是有生命的。因为以前我在连队里面也接任过军械员跟文书，曾经带领过一段时间，我知道枪对我们来说的重要性，而且现在天气比较潮湿，海水容易侵蚀枪支，所以我必须把枪木带在身边。029号苏佳来自湖南邵通，今年正好是这个湘妹子入伍的第4个年头。不同于其他女兵从校园直接进入部队，1990年出生的苏佳大学毕业后曾在一家外贸公司有过几个月的工作经历。那时的苏佳工作稳定，但从内心却渴望着为自己成就一段不一样的青春，于是她决定报名参军。我们这边看看你们的枪有没有沙子，特别是枪管这一块不要进沙了，把弹夹卸下来看看里面有没有堵掉。苏佳擦枪的这种行为让我看到了他作为一个老兵该有的素质，而且还带动其他女兵擦枪，这种号召力在这群女兵当中还是很少见的。可能每个人都想成为南海天使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比结果更重要，我更加喜欢在战场上这种拼搏的感觉，如果能够走到最后的话就觉得没有遗憾了。面对激烈的竞争与淘汰，众多老兵们开始逐渐发挥出经验上的优势，体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。在他们之中，登峰战士简文军凭借着有序的临场指挥力挽狂澜，大姐大詹道美临危之际勇于承担责任，为战友守护宝贵的休息时间，
渴望摆脱花瓶形象的傅金金，关键时刻发挥出色，帮助队友渡过难关。性格内敛的苏佳，休息时刻仍不忘带动大家保护枪支。安逸环境下的危机意识受到教官的赞许。然而，面对老兵们的强有力冲击，新兵们在接下来的行动中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？48小时极限生存已经过半，淘汰赛制突然升级。今天的比赛没有固定人数的淘汰，风平浪静之后，很可能会是狂风暴雨。在队伍里面，我不希望看到你们在笑，要笑给我笑到最后。女兵遭遇副教官佯装怒斥，却又突现命运的惊喜反转。我决定送给大家一些小礼物，